动脉侵蚀的眶骨，哇哦！我只打了他4%的血量，然后你就死了，对不对？那就猫的脸。哇！他的龙！哇！被翼龙咬死啦！死了。五趴而已。什么武汉呢、啊？5%而已。武汉。武汉。没有，主要是你对锤子不熟啦，你又跑去打那个主线任务。武汉，怎样了？我要再去一次练习场。你就打这么问，你把大胸柴龙开出来练习啦。大胸柴龙。下位都是可以的，不对？下位什么啦？欺负人家下位的。那下位你挥个几拳就没了，练什么？还没练到就死了。对啊。M 位的吗？可以啊 ，M 位不凶。M 位你才打得爽好吗？大胸才哦。中昏哥对大家都很好，很友善。友善，他是友善的中昏哥。我怎么感受不到他的友善？我好了，我出来了。哦，进去了，那个来。哦，巨魔的、哦。对啊，我巨魔的力战黑狼啊。哦。所以我才说我开啊，你开不了。哼，哼，什么了？M 位，我没有 M 位的大胸才能。你打上位的啊？哎、欸、，M 位的自由有大胸才啊？哦，一星的吧？我来看看。哦，有。昨天才去找他试了三把武器，
对他还蛮熟的。好的。我的台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睡觉了。十二点再叫我起来。睡不够是不是？好累哦。你睡多久？6点半开始睡。不然你现在就直叫秀秀开他的直播，你直播他的直播。什么烂东西？什么烂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看我的画面不，不要开算了。给大家气死，有没有？就像人家一个不会打日麻的跑去直播打日麻，观众都被气死了。啊，真的。你怎么打那一张？有没有？而且更好笑的是，明明有一个观众根本不会玩。在那边嘴说你怎么打那张啊？不是打那张打哪张？还有这种人？有啊，有些聊天是不懂装懂的，只会打会打台马，可是他都打那种屁股的那种台马，不会打硬要那边装会打，快快笑死！不懂装懂，那种最好笑。然后打完那一张之后，就是栗子一发自摸，然后就再嘴啊，然后就是搜寻那个人的 ID， 那个人 ID 不见了，直接跑掉了，白痴。这么快就出哦，防御大，再加防御力 up 大，哦，碎啦！防御力大大。键盘侠。哦，黑狼鸟，哇，我的防御1209了，吼吼吼！啊，叫黑狼鸟啊，找不到、哦。新手、哦。黑狼鸟在哪里？然后突然想到，我还是黑狼。新手哦，我挡你画面。干嘛啦？哇！他好好练哦，对吧？那时候跟他讲说他人很好了，就说他是友善的中分哥吧。嗯，我满团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我波西说他要去睡觉了。对啊，要交给你们了，我的台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们这边只有两个人。哎、欸，我要死！看一下我的防御力，一二五四，水呀、啊！哎呀、啊！干、啊、我带好多猫哎、欸！昨天在陪他哈。抢钱抢粮，抢粮们，抢起来，快捡、欸！哦，靠腰，你的猫刚好把一个那个掉落物撞下来，我以为你撞出的是那个魔物的那个钱的掉落物。没有，它刚好跑到背上去戳啊！哎，我吓一跳，我想我怎么会撞出这个？是不是掠夺猫的问题？哎、欸。哦，白痴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穿个不动衣，我吹个，我穿还还没吹，我想说，干怎么会有中毒？冒着生命危险在吹，保护我一下！危险啊！干！
你们好傻粉哦！我恨你。是哦，一切都是意外中的意外了。我恨你。欸，我忘记怎么考下巴了。续一下而已。续一下，哦好。你让我太失望了 ，TT。是哦。是哦。我以为那一下会骑乘。是啊、哦。算错了。欸，你这如果那下骑乘就真的救了我。嗨，老G。欸，没有声音欸。到底说是第三下会骑乘，我刚刚是第三下，可是没骑。哎、欸，出现了，通知出现了。是不是第一个用心的都不会有声音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有声音了啦，比较慢而已。哦。TT I hate you。有怎样吗？我恨。就是没有计算好嘛。嗯，别走没？补补去偷东西。他为什么会自己找下来？困难不会啦，困难。可是我没石头了。隔壁啊，你隔壁有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，那先进，先进，先进。怎么都是巨大的鳞片？哦，有了，有了。干嘛啦？不要剪呐、啊！快快快上！还在剪呢呀！对耶，锤子也会弹刀哎！再锤一个这个。不弹刀的那个有、啊、在吹了，我刚才跟秀秀说吹子不要不需要擦心眼啊，笛子玩太多了，以为不需要心眼，锤子打太多了，锤子是真的不需要、啊，干嘛啦？锤子不是也会弹吗？啊？锤子会弹不是蛮强啊？会吗？会啊。你等一下下去猫要记得换掉，换新的哦。又要去杀狗了。哎、欸，我要盘走下来了。害我跟你走，你这样欧北。你刚跟我说下去记得换新的，我就哦好，那我就下去了。下一张地图。好啦，我的错，我以为他在下面。哎、欸，我倒了，没有倒重出下来。杀杀给哟！有受残，我来啦！墙被挤下来，
你这边也算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好远哦、喔。哇，百米耶！我抓！不不，再去偷一次。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在磨刀，我在磨刀，没事。你磨刀，你很棒。我磨刀磨得很好。哎，所以刚刚 Nice 是有要进来吗？他不进来了。他在啊，你怎么说他不见了、啊？我看你们两个就算了。你再找一个人进来就好了、啊，又没差。三人就打三人啊，有差吗？对啊，反正刚现在两人也是有人一个人在打而已啊。可是我只能打一两局而已。没关系啊，那你就走啊，我就打、啊，就换我打、啊。你走也是变两人血量而已啊。对啊，他不会固定四人啊，对啊。组一大堆灵脉玉啦，对啊，拿到灵脉玉很气，真的。可以撞，可以撞，我的手。真的是个。好像有点远呢。隔壁没体力。哎。老兄弟。你让我好失望啊。没事啊，站在墙壁旁边等他看我。那顶谁啊？嗯？不知道还顶谁？还打空看不见的猫，嗯，那莫名其妙，这手里卖就这么多。用不到的东西最多啊，真的，钱就这么少。哎呦，怎么是这鸟掉下来？看发票就这么多，钱就这么少。游戏声音很小吗？很大声呢、欸。不行，我听到的声音就是很大声，我现在已经耳朵有点快爆了。你们确定到一点点的声音，我好难过。我昨天荧幕分享也是啊，他说：“啊，繁星，你有开声音吗？”有啊，很大声呢、欸。都怀疑你们耳包了，就是我耳包，天啊！干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真的哪天要拍一下我的荧幕截取给你们看。哎、欸，你们兔窝的如果有在 DC 的话，看一下 DC 啊。我贴在魔物的这个聊天室，这个是我的音量大小，我自己听都很大声了。可是后置起来真的声音是很小声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哎、欸。因为我调耳机音量大小，它会动到我的那个电脑里面的大小，所以我不能动到耳机。还是你那个截取不到音量？
有啊，因为我的那个我的 OBS 显示已经显示是已经快到黄色了，哎、欸，哦，警告，对啊，红色就一定是爆麦啊，啊，黄色就已经是差不多可以的声音了、啊，所以要么就是我在换耳机啊，可是耳机又是很多人推荐的啊。够了没？干晕了。你忘记奈斯加了进来啊？也不会加太多啊，因为应该是怕。那应该说你忘记你们原本就打两人血量是加了我进来吗？这样合理吗？你要想想，你原本是一个人打两人血量，现在我加了进来，有没有？你们两个人打三个人的血量，完美。哪里呀、啊？也没那么夸张啊。晒太阳，没有。喝水。来。哎呦，砸了一个草。我要。哎呀！哎呀！开台啊，大哥，给点面子啊！哎、欸，体力耗的好快哦。对啊。发生什么事情啊？还没十分钟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还没二十分钟哎、欸。马上扣一格哎、欸。对啊。巨魔是不是坏掉了？打好久。哇，阿孔来了。可以抓了，没有，对不起，看错了。是哦，我的萤幕突然闪了一下。我正要收枪的。不是，因为刚萤幕照到日光灯的位置。战痕是15%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
嗨。斩龙，走过去。我都拍下去，这样判定进来是我拍的。可以抓了。没有，我是睡着哦。说啊，进入战斗，回家球不能丢。来吃草莓。先离开。啊？哦，先离开。啊，先离开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靠油啊，睡龙！怎么了？跑了？他即将离开。靠油啊，睡龙！都拿锤子出来了。哇，那就别吃吧。哭啊，睡龙！哇，所以帮他再打一只黑狼鸟吧。
啊。降到是六啊，这时候就去看别人台在开什么。CTN 我分一点点，哦，又白天了，明天要掉瓦斯掉了，怎么了？没有啊，说要变白天了。哦，又是防御术大，怎么那么棒啊？巨大古种出现，巨大古种，哦，没有。
不带数。哎、欸，迅龙来了，快啊！到你了，我没吃到了。然后等你捡完啊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迅龙走了、欸。我丢大便啊！哦，你丢大便啊、哦，感谢你。我还想说他瞧不起这只鸟啊，一眼都不看、啊。